那我们的金秘书长呢，很用心哈、哦，抓了一个晚上，然后我自己也抓了一个晚上，大概能够留给这个后代子孙看的，大概就这几张。或许有你们认识的人，这是我们金秘书长啊。这是我们第一期的学员，这个是在叫做三楼啊，还有一个亭子。就是教授找我合作这个集正道的时候，历史照片。这是我们在他楼下研究哦教案。这是教授跟那个陈总哈、哦、拜访我们的时候，今天还蛮年轻的啊，这都是历史镜头。这是他教授我，晚年的时候。